您还记得您是来做什么的吗？我是来删除记忆的。他的重点不是在于删除记忆，而是将你由参与者变成旁观者。前段时间我去做了个记忆手术，可是我把记忆拿过来以后，却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女的被人给害了。在记忆里，那个杀人凶手就是我。按照你的说法，凶手是个连环杀人犯。你已经失控了，这样下去很危险。如果当时我没有跟你结婚，你觉得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我们不能为了抓到一个怪物而去制造另外一个怪物。